心性，这点灵气只有通灵。我爱有母啊，这条心是咱伊清净的心，嘛是咱老家安定的灵魂。这条清净的气，咱就拍通现世的心，灵魂灵性，就转互伊清净的心。这是咱灵魂的天界，嘛是咱落定清净的本心。这点灵魂的灵气，咱爱顺着通灵，因咱爱是清净的气，恢复着咱本来这条灵性的，因为这是清净的。我爱有这么稳的性，因为今天是要在伫咱的心的，安尼我才会当讲通这条灵性，完全有这个稳定的气。通到这点灵性，在我的心有这个感觉的气场，因为这是老母的心，天意是咱老性，爱咱转达才是天命，咱有顺家的心意，是灵魂的天性。嘛是咱母娘啊，献亲。我有一条清灵的天理，再来讲顺母这条心意，是咱顺家稳定。咱母娘啊，伊的元神，这个天只有增加咱这么顺。因为母啊爱咱会当清伊的心，转着这么明的心，伫我会当运用这条灵魂伊的清界。咱再来讲灵献心，伫我有这么清的天界，是这粒心顺无性。真理是天灵性，予咱顺家是花的种。这点灵的灵性，只有转予伊稳定的心。我爱是这条天性。要来讲到母娘啊，伊的本领，这世人。我就要亲像母啊，伊这么定性，因为这是元灵出现伫咱即马当下间。我爱是这条灵气，一世人我都要有顺着这条心，因为这是咱的无定心。要讲就是咱的入定。咱只有这个气在通灵而已。今天咱爱是这个风，这个气进入到咱这个太空，安尼咱才会当顺咱的心，走入到正觉这条灵魂。因为母娘啊，伊爱咱通家己修炼啊，修行咱的法。是清的，这对着咱的灵魂的灵气，是通透清净的神，无形的天界，只有咱老灵自在，一条有稳的灵气，咱只有走向先天的神。我有一条。本源灵，再来转到这么静，恢复清净的气，再来讲到这么顺的神，
是聆听这点性，嘛是咱老母咧讲的本领。这点灵气，则是咱的天性。我有这条本源灵，再来讲这么稳的心，掀开的本性，转回清入来，咱的本性。这是咱的原底，嘛是咱今嘛爱找倒转来。咱的灵，这个气，是咱用着清净的法界，要来讲到咱这么清的自在。这是咱通灵的天性，嘛是咱依法这么稳定。无形的灵气，只有回到通天的心，真理是天灵性，爱咱转现的境，是咱出家的心。无形伊爱咱恢复元灵，只有这个心的意念呢。但是我讲的是天，天是明，是正，是光，力无穷的。这个天意，伊爱我恢复原来，因为有形有相的，搁较水较价值，拢是暂时性的呢。今仔我要离开着这个暂时性。因为暂时性是要让我过渡而已，敢像要让我有这个经过，要经过这条路，但是不是永久性的，不是我的厝，不是我要爱这个心，要归倒回来，这个原来。今天我爱是这个空，是这条灵魂，无形象的，但是伊的话伊会顺这个天地，要来讲出着，我要安怎找倒转来，这才是永久性的。所以讲修炼，就是要行回咱有正常的，唔是无正常的。所以讲，这个天理是常理，常就是一定，一定就是无变，无变就是永远。你行会到位，这才是达成。是我用安尼来表示，所以讲我咧讲的拢是灵的空，讲到咱的性的中心点，这才是咱个人啊。你要离开着咱有形相，找你写讲做四生六道，因为咱要爬起来，是要爬起来神个道顶啊。这个天道，这才是咱天灵的真意呀！要表达着咱个人修持，今仔日咱修的完全，但是你搁爱坚持，这才会当理解，嘛会当讲咱现主是要维持咱的心是这么健全的。是咱以这条灵气，咱有这点灵光助咱的心，对着安定的本性，你才有这么稳的通灵。是咱兑现这条灵气，嘛是因着咱母娘的心。我爱有这么啊种的心啊，今仔日。咱是永远的，神伊的力量是无穷的，神伊的威力是真大的，神伊的光是普照的，无法度去估计。所以咱人啊，这条灵上无爱做神，咱才有这个灵光，这么闪耀。这么大，这么强，这么有力，
是咱以青天这点性，咱才有金宝啊这条本性。因咱爱是这点气，照着咱清净的心，母娘嘛爱咱恢复天界，世间讲爱归西。咱今日拢是现主持的灵性，对伫咱的心，咱才会清净。因咱人有生，就讲你有来，就爱有灭，就是讲爱有转去。这则是咱恢复清净，咱个人的心这么顺境，是咱这条正天的法界。咱伫生出来这个世间，你一定要真旺盛，因为生就是冬，冬就是青，青就是草木，所以草木旺盛，伊才会大拍马，伊才会当滋阴。咱现主持咧比量，是咱用安尼来表示，咱才会当这个青行过着咱即马这个中午，或者做神。一方面伫提地面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做王做帝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讲这点灵气，要恢复着天神地地。啊，这则是来讲到咱现主持的心，万人大事拢是心，心就是中土，因咱是伫即粒土球的，所以讲咱的心爱亲像土，安尼来运行、来运转、来支持东西南北，所以讲五行，这个黄土。就代表咱的心地，嘛是代表咱黄地的开发，伊才有咱现主持的文字做记号。所以讲，咱老母一定爱归西，因为这粒日头一定爱归海落入去，再来铺月亮，伊是日月安尼轮的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，就是这点灵气，咱才会当归元现的精。既然做人要有这个价值性，一定要有黄的这种光线，这种光彩，因为这是咱凡世间以金啊，西方金，就讲咱的金啊，伫凡世间。所谓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石、锌，都这个金上价值。咱的灵嘛同款，所谓光，唔是赤光，唔是红光，因为那是较浅的光。上界来的光，就是青，对吧？这个黄的光。所以讲，咱要有这个金光袂歹，永远呐会当护持。咱现主持这个天，有天就地啊，有天地就有咱所有的万物啦，咱叫做人来代表。是咱顺着这个三界，嘛顺着咱的三合天人地啊。所以讲，我爱有这条。现主持的心，今天所有在讲的六十驾子、六十太岁，这个星君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咱的星光，嘛是咱的年份，嘛是咱的年度。咱人啊，爱家己点灯，点咱家己有这个自性，有自在。咱会当有这个家己，这个光。今日咱的庙师、甲咱的佛师、甲咱的公敌，咧甲人点光，犯太岁，
正枪偏枪，迄是外口顶，迄是咧点一个咱意思，咧讲啊，你无受气的人，你着爱有敢若亲像有这个经过，有安尼做法，你的心才会当比较较安落来，因为你惊一寡意外，惊一寡无吉祥的来伤害着你这粒星光。因为咱人拢是歹歹一个命星命格，现着一条灵气，咱爱顺着通，通就是咱的心。你即拍听若光，咱这个心是伫咱的体内啊。啊，你这个心若有光有无？啊，你所有的较黑暗的，伊就照会着啊。啊，你就袂去惹出着咱现主时忽然间来的迄种凶神恶煞。因为咱若有光，咱的化神就知知啊。伊就当伫咱即摆未来头前，伊就发现啦，有一挂无吉祥的，有一挂阴森森的，有一挂有害要亲近的，伊就甲阻挡啦。所以最主要点灯，就是爱点咱的心，咱的心，伊才会当照出着咱现主时的五金，互你目睭金。予你耳仔内，予你鼻仔鼻会灵感，予你嘴会当担着，这是咱讲的五分咸酸苦涩甜。予你身躯接触着，这是神伊的小气，啊是鬼魔伊的阴气，啊是这个人的内意，伊的心是暂时要叫咱家度的，啊是伊的心要甲咱害。可以堆落落去啊！这拢是会当看出来，因为咱的灵啊，会当观察甲咱的心内底。所以讲，咱的灵一个人的出入，一个人现主时的来意，你就会当看甲伊的心内底是好歹意呢。如果你若无修持，你就容易去予这个人甲你骗去，因为所要共骗的，拢是爱讲好听话，塞塞奶奶，为死的甲你讲甲活的，安尼来巴结你，予你的原形出来，安尼的物件才会摕出来。等甲你物件摕出来，怪去变伊个啊！是咱卖贪啦。世间人啊，你家己会当定家己就好啊。神啊，你今仔日好歹人啦、啊，好歹心拢要点灯啦、啊，予你一拍500块啦。啊，神就爱保你真正呢。你要做歹，就莫犯罪呢。啊，你若做好，要阁更加好呢。你今仔考60分。你去文昌帝君遐点灯，点灯有无？拜拜有无？啊，就你65分，开500块，就当加5分。迄相信安尼有效有无？那好呀，人5000块，5000万，伊若要点，因为世间只有减0.01分尔，所以讲用安尼你来判断，智慧就是伫遮啦。对，咱人有无？就敢若像讲，啊，我来到遮，就开500，开1000啊，敢若亲像啊，即间庙寺，安尼运转较会过啦，大家斗烧天啦，是即个意义念念。啊，庙寺嘛是啥？要维持着伊个费用念念。所以讲神啊，毋是遮尼随便，你买一个水果300-200。买一个食物啊，100-200，都要求好好永远的幸福平安。家己将心比心啊！如果别人若摕200-300，下这个饼干来，啊是讲这个水果予你有无？你保伊讲一年的这个平安有无？你有福，你嘛唔甘啦，
因为这个人的来意，伊若做好，你保庇伊袂紧咯；若做歹咧，有所求，搁贪心咧，这你保庇伊有无？等于害伊哦。是咱的真理爱办啦，啊，若无你收十四人，嘛是同款，搁拄久啦，搁空神妄神，你知无？是咱一条会当讲的灵性，今仔咱的心性要突破，要突出，你一定爱有真正的正思维。正思维就毋是讲你凊彩想一个念头就过去啊。正思维就讲你想的爱想甲真健全，咱甲每一项代志拢有一个收束，亲像。咱做心灵代志，咱开会闹开出来，咱都爱安尼举办，因为这是无形的需要，伊再借这个人来讲出着这个意见，来建议着咱现主是要做的工课，要来杀精。今日咱若咧忽然间讲话，咱所有的拢无准备出来，这个消息。这就是无形界，伊要予咱这个进度的推展。啊，你若唔去做，啊，知就无效。真侪人知影，真侪人真敖讲道理，尤其是读真侪悬的、真悬的册，真侪册读真悬的册，向的人，你讲的，你会去予声加呢？你会听甲咳咳咳。但是迄粒心就无亲像咱安尼。这么直心啦，这么妄心，你知无？所以讲修行爱妄，你才会当得到上界精转的。你今日若巧啊，你会感觉这是真的假？甚至于你用着你现主是知，去骗别人唔知。所以讲，我咧做的工课的，拢是大众化。是咱即马发布消息，是咱开会当中，是咱有邀请当中的交流，啊是某一位伊所有的意见、伊的需要，拢事先来做一个筹备，然后闹到健全，咱才出发。出发嘛是亲像我呢，用早唔咧讲的，下我上大的精神。无阁其他诶精神附带，一日来甲完成。虽然咱诶片啊，咧讲诶咧听诶真少，但是咱是惊灵诶头前。你要听到即个灵诶课真少，拢是唱甲比，甲伫遐灵动咧尔，拢是伫遐挂羊头卖狗肉诶，马马虎虎来用诶。来伫迄搭遐，啊，敢若像演过安尼就好啊。要讲心法啦，过去佛祖有2500几个徒弟，但是伊讲到心法的时阵，剩无50个，因为心法无滋无味啊。佫续来爱改咱现主持啊，你所有的凡界啊，即种规律啊。是咱真诶啊，足少足少诶啊，毋知册咧写甲明明有无？人生啊难得，你要做人啊，你看禽兽类啊侪，畜生啊尼侪，你要有这个人诶身躯搁健全，真可贵啦，无容易得到安尼。中土。人生啊，你要伫一个足好这个所在有无？伫只生存，敢若亲像咱现主时咧，咱这个中国有咱这个台湾，所有的中国非神雕，遐神拢来居住着咱蓬莱仙岛，这个台湾岛。
所以讲，这世人有这么多神，搁太平人，搁有好食，修持这么多，啊，你搁对袂着，啊，你的心就真正偏啦。你的命才是歹，因为你所爱的是轮回，迄个道处，你见安尼，你爱安尼，所以讲。佛祖嘛无法度甲你救，道祖嘛无法度甲你救，包括你家己都无法度救家己。安尼你嘛是咧败局，安尼嘛是咧开疆场，要度别人，家己啊，四两银啊拢无值啦，找食甲真济，先修好家己健全，等甲你逐项拢会晓啊。你每项都有感应啊，都有五角啊，五角就甲亲像你来来去去都知影啦。安尼你才有法度做别人，我做甲他利他。所以讲，咱这个道理啊，你一定要明白。你如果若唔知啊，你会错中搁加错。在这个真错当中，你会做甲真欢喜。因为讲，你的心有毛病，心嘛，你为细毛，慢慢一直欢喜，慢慢变大毛头。所以讲，拜拜啊，大家拢爱，求大家拢爱，但是咱要求的，是求先天的法门，唔是求后天的，你搁伫只轮回。搁伫遮害家己，甚至会扭着你边仔遮个人。道理讲出来是大家讲碰个呀，毋是母娘啊，伊干若要教予我即个资料尔尔，毋是我即摆咧讲个，我干若亲像咧吊关格，母娘个干若教我尔尔。安尼母娘哪有啥物价值？啊，我学这哪有啥物价值？因为我是爱大家共同来啊，母牛啊嘛是安尼啊，愈侪人倒转去，母牛啊是毋是愈担心愈少？是咱用安尼来传啊，你才知影讲个一个个人的心所想啊，真侪无共款的，有诶爱骄傲嘛，有诶爱顶嘛。有的爱这个灵动有无？敢那亲像有真侪新的力量无？灌伫伊现主时，这个脑中心啊，咱的心啊，啊提出来咧互看咧，表示伊真信仰有无？啊，对着这个神真了解安尼有无？咱要做神的工作啊，你一定爱行入吧。咱的心啊，爱有操作过。你要有熟练，安尼才是正常正当的。不应该的啊，上惊咱的意识性，就是讲你外口看的，内底真正的这个道行啊，你无爱去家参。今日这个道啊，是爱咱真正经过着咱即马六道的万行。所以讲道行这个远，就是咱今晚咧讲的，或者半日，是咱要有这条青天的法界啦。唔知佛祖讲或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爱亲像无相，正定正觉，无相，就是咱今晚咧讲的。这条灵爬起来，无拄这个坎障。无相三藐，就是讲咱即马讲，叫做正定。正定就是咱即马讲叫做菩萨。正觉就是咱即马咧讲叫做声闻阿罗汉。是咱要讲就讲，咱即马要学教咱的先祖啊，甲咱的上仙。
甲咱的下身线线，神来爬起来入神班啊。所以讲，先阿妈你才会自由啊。咱有好事有无？有要做啥，拢爱挂八仙彩有无？啊，无就挂三仙有无？三仙就是代表三界啊，代表天公啊，福禄寿啊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就对啦。啊，这三官就是代表天公，一路来办代志。仙，伊是外啊，修甲伊所做拢是正常诶，拢符合天地规啊。唔知顶八仙、中八仙、下八仙，咱所谓仙班仙尊啊，是咱有这条敬天的心，咱才会当驾驭罗灵啊，上苍伊诶真意，爱咱表达。出家的，因为这是外口的物啊，是代表咱过去的个性、先贤、先尊。但是咱家己要有尊严、尊贵啊。这世人，咱嘛是要亲像过去这的先贤，就咱的祖先，行比咱较头前这高人。啊，遐嘛是做人，伊做有起，啊，受到这神的提拔，受到咱这仙的牵绳，伊才我都伫诸天做神，唔免阁落来轮回，这就是足大的福报。但今仔咱先有福报，了后就是要积个成果。咱有定咧讲啊，三缘、三品。这才是咱真正要爱的，叫做品格。咱人叫做品行、品德。是咱有这条元天神，你才有这点灵气。今日考试嘛是爱几粒过啊，及格啊。你六十分小过，你七十分中过，你八十分就是上过，九十分。就上上品啦，咱来讲讲德啊，德顶的、德级的、超级的，是顺着这么稳的天性。咱的年龄嘛是安尼，你到九十就是属于百岁啊，一百岁、百岁啊。所以讲，是咱有这点灵气，咱的金啊嘛同款，纯金无百分之百。会当讲这是百分之九十几，有诶讲九十九点九，迄著足顺诶。是咱以这条青天诶法界，加咱通灵，咱所谓尊道，我定咧讲，上无你爱等到百分之八十九，因为咱还阁有十分诶阿所比，咱所有咧测量，嘛是爱有三分诶公差。无讲对对的就对啦。你今仔这个定点，三分会当刷一边，三分会当迄边，会当讲是三分之差。所以咱人是活伫这个三寸这个块中。咱人要死的时阵，还是讲有无死的时阵有无？你倒伫遐，咱会用三支镜头啊，还是两支镜头啊？有无？去跟。这个鼻腔遐看有咧喘气无？有风无？所以讲，咱伫这个有风这个当中，你咧喘气这个气中，你就爱会生灵啊！生灵就是讲带咱的灵珠啊啦，带咱的善心啊啦。你如果若有这么善啊，这粒心啊，你若归这个果无？你早转去，慢转去，拢相共啊！因为你得到良伴，咱这个心有老母来做伴啊，是咱这条正法的天性。咱再来讲顺家现前啊，从过去讲，雕闻道食可死呀，雕就是在时，在时
你若了解这个真道理啊，你的心拢清楚啊。色就是暗时啊，夕阳啊，傍晚啊，死啊，无妨啊。就讲你在时若了解到，你所有心拢会当知影这个道理，伊的循环力啦。要暗时，啊是暗时若死有无？安尼嘛会杀死啊！因为咱人上惊无道尔尔，无道则是真正的善呐。身躯无钱无，你叫人分倒好食？你这个道要去共分无啊简单呢？嘿，所以讲有诶，你敢若亲像见来你就来，唔见来你就唔来，啊，迄是你诶代志啊。嘿，今仔日我嘛无领薪水诶啊，今仔我是逐工牺牲诶啊。但是咱爱原形啦，爱原做啦，你才会成样啦。今仔日你要一心做职，啊，你同计较。啊！你这个做人都无效啊，歹模啊头啊，歹模范啊，歹带头啊，安尼对你行的人艰苦啦。过去我嘛捌拜老师啊，但是老师有好老师，有歹老师，有好方法的老师，有歹模范的老师嘛，有幼稚园的老师，啊，有高中的老师嘛，有大学的老师嘛。所以讲，我听嘛会当听讲，现主持先天的当然啦，要做我的老师，伊是变化万千的嘛。当然啦，这无应该呐，讲有理的，伊就是我的老师啊。但是有形的，咱所有咱家己的感觉嘛，讲台语讲标准的，就是你随便念念。所以讲，你若为你随的迄个道理甲吟出来啊，伊拢照经典的啦，绝对袂去走正去的啦。啊，你莫听一挂普龙讲的有无？砖头的赤脚神啊啦，啊是你过去所有出去遐有无？无照道理安尼来讲的有无？我咪讲安尼无好哦，是你爱家己判断捡伊好处哦，伊毋是全部的好哦。啊！若你虽然伊是真正照所有的咱的五经、花叶、佛道如，安尼来打破咱人的道理啦。伊的老师是李顺阳，或者咱即卖咧讲忽悠帝君李东宾。所以讲，咱道的拜这个先的有无？拄好李东宾，甲咱即摆讲汉中李，因两个出来度世上界多，是咱有这条青天的心啊！伫我打开始的时阵，八仙一精经，拢来启发我的灵性。所以今日我知影讲，这仙界，伊所有爱咱人，会当清修。会当行出着咱现主持的本性，这则是咱通天的清净法啦，是咱这条灵气。咱再来讲顺界心，咱有这么精的法界，再来讲通天原来，有咱这条灵天的精气，再来顺着通灵，咱的心神。是咱家己的心啊！你要有这个神的力，因咱人知影嘛。你心自然发出来的力，是有这个变无，还是无这个变无？有变就有限制啊！你的力量是有受估计啊！你只有安尼的力量，压50斤的力呢，超过50斤有无？你就真甜啊！有当时啊，顶会起来，当时啊，顶袂起来。你有看举举重遐个无？你有看咧跳远个、跳高个无？甲伊个极限有无？你要甲突破就无啊简单啊。所以讲，咱要超越，你一定爱勤练，搁勤练，勤修搁勤修，
因咱莫受伤，修行无足紧来啦，互你搁较升天，亲像六祖啊有无？五祖也知伊升天好啊，但是伊嘛叫讲，你爱行过大兴安岭，你甲倒一个所在，迄就是你的避风港。所以讲，伊甲迄个大兴安岭无有真侪拍蜡的，伊甲遐个拍蜡食肉边菜，食十几冬，再来到广东。广东迄两个核心咧讲，这是反动。这个机啊在震动，一个讲那是风动，有风吹落你这机啊才会震动。安尼，六祖也行到遐讲，恁两个拢唔对，是恁两个心在震动。由此这个提醒，咱人心你若静到遮有无？外口物啊在震动，你的心无在震动。今日咱咧讲是心法。外口安怎变？外口安怎有？外口安怎无？咱的心无这个道上艰苦呢？迄拢是道变出来，迄拢是次要的。今日是要修真道啊！真道心爱知知知呀。所以讲佛祖甲观音佛祖坐莲台，伊所有的境界甲遐，恁今日好人嘛同款。恁今日歹人嘛同款，施缘还未到，所以讲佛道有缘人。咱人啊，要做爱有心的人，有心不是讲你要做歹迄个有心呢。今日你是做好，再起来咱今仔咧讲这个道心。今日若做歹，就是我拄仔咧讲心病，迄个魔心。你心若有病，你才有这个魔啊，来甲你磨啊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啦。世间用安尼分有无？你较袂修行，啊较袂听人讲有无？听较真惊啊！无形啊，伊袂骗人啊，嘛袂害人啊。只有咱人这个恶毒的心啊。在害甲咱人啊，无法度见日月星啊，因为一个都要你死，一个都要你倒啊，揪你的后脚筋，你知无？真正要甲你看的真少，所以咱爱有这个真心来修行，咱爱有多方面的集合啊，咱个人的心啊，才会当敢若直接。让他这么健全，今天你如果好好做，你可以体会，你救三个人就好了，三个人你像佛祖啊，释迦牟尼啊，他如果如果没成道啊，我相信他地府等你了，怎么说，他要出家，他老爸老母不肯，五个父母，你也看罪有大无？四大婆罗尼的罪，地府等伊呢。所以讲，伊今日成道，救助归天，包括因老母伫脱离天有无？脱离天啊，嘛是该超起咧个，咱现主持咧讲的这个高位。所以你度三个人，你也看救偌济灵，规暝规世拢起来啊！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法界啦，咱人嘛免贪做啦，啊你嘛免妄想啦。吼，我度真济人，救真济人，有无？修行甲做生理无同呢。今仔日你来我遮，啊，着爱一百五十，啊是讲五百一千，迄是缘成交的呢。迄你一丝丝啊福报都无了。因為你共提钱啊，迄是做生意的交易啊，有无？那你讲开庙店啊？今仔日咱是爱愿愿行，大家有这个缘。今仔日红包是咱得的，因为讲福报予伊嘛，咱下福啊，啊福就是红红就是吉利啊，
红包迄个纸，就是咧补咱的元气啊。啊，一寡即个道中遐师爷师姐讲，哎呦，你共做无？会写一寡福报共歹无？你最主要甲讨红包，你的福报拢伫咧啦，因为是烧碗。啊无，遐和尚尼姑，伊要共乞食有无？啊是啥物意义？因为伊有福来乞食，来共分食，啊伊免煮食，爱食食饱有无？休困，休困伊就要阁乞发啦。乞发就是福啊！今仔我若无这个福，我就无这个发好予恁啦。无你叫恁客讲，大家嘛正伫台卡啦，外国上好讲啦。啊，若爬起来哩，拢戆去啊！啊，身躯安尼袂自在，扭来扭去啊！啊，这哪有一啥物福啊？我问你啊，讲道理还有真正的福报呢？你这个单啊，这个果啊，要有成啦、啊！无，大家嘛咧办事。大家嘛伫遐扑扑跳，安怎讲？火烧尻川，阿免讲嘛伫遐扑扑跳，伫遐皮皮喘，你喘啥？无形牵我来，你家己的力量，神是鬼神。所有大家要爱甲你爱物件有无？亲像过去我去大陆的时阵，伫遐干么店有三个提予你献，签五百，较早五百块，毋是即卖。二十多年前去的呢，五百块来就一百块来就五十块有无？我今一百块起来有无？所有的头四五十个拢排队啦，不爱让你走。我包括迄时阵啊，打三十七个的时阵有无？去迄小龙门有无？迄四川内底的啊，摕一百块让你走有无？嘛是同款袂当出来。经营你若拄着，你就知影讲复杂啦。出外卖惹一寡是非啦，钱啊，甲咱的宝啊，也是藏起来啦。所以讲，地主是社会，会当讲是真正的考验。但是歹囝，母娘爱我浪子回头啦，回头是岸啦，这是咱的啦。所以讲，我当派老师，我嘛毋知影讲修道生做安怎。但慢慢互我经这二十年，我才知影讲啊，有影。我较早的初中开始的时阵，我看到阮老师安尼，我要甲伊做无同款。所以讲，这二十年互我徛起，我受真济人甲我讲不是，真济人互我看无起，真济人讲我修这是骗的。所以讲。我的心嘛是真正刻伫大家啦，这个以后要行的这条路啦。所以讲有这个神甲我保护，我较早我就拍片啊，我较早交流无，我就有这个印证啊。当我开始讲的八十八分，半年无录到尔尔，迄八十八分来教我。诶，所有你讲的，毋是亲像安尼，当阮视角，互你想无的，甲来则一只道的太子元帅，即个王爷公，即个神仙活佛，即个济公，啊，甲咱即个母娘，一路甲我支持，一路甲我牵起。所以讲，有诶伫天山灵源金庙会，一直累犯，一直做毋到。唔知影好解，你对母娘啊连一丝丝啊功劳都无，但是你的名字来，佮你的功名字来，你佫累处破坏你的形象啊！佮讲伊是拜佛的较多，两修呢，真正袂见笑。人都有这款人呢，所以讲。我一路受到母娘啊，甲开台圣王，中途元帅嘛教我真济，所以讲一路我会当为提倡，慢慢来举办，举办了有成立，当然啊成立有真济人，伊毋知影这个修行的重要嘛，
伊是个人的观念，个人的伊的喜爱嘛。当然，这个花要搁移植落更加困难啊。当然，一枝花收的无同啊。但是，咱要来，如果你真正真真光光的人啊，你离袂开着这条灵魂啊。这条灵魂就是咱太上李老君所讲的道德经啊。道就是总包啊，德就是咱这条灵魂啊，构造啊。经就是经验，经就是你要甲经学过啊，经学只条果会红啊，会甲究竟啊，毋是必经呢，是咱爱有真正真切的智慧啊。啊，这世间事吼，真侪人若捌字的人就会讲啊。所以讲，我尽量不爱讲世间事啊。我要破破咱人迄个空道嘛，迄个气道啊。所以讲，你唔当听讲，哎呦，你咧讲拢干呐讲心法念念，心法足下，互你袂当。你真正若体会无够，你的功力若无够，遮尼下，遮尼无滋味，当然你会伫遐老生常谈。会伫遐翻阁翻啊！你不耐烦了喎，你的心就走进去啊啦，安尼较紧啦。要讲心法有较快哦，是咱有一条敬天的心，咱也是顺家的心呢。心法是这个禅呐，咱东西南北中一点迄个禅呐，落来就是家。甲伊拼顶，咱今仔讲，这个甲是咱的天干第一的，有这个坎。了啊，撑起来哇，就是这个由来。哦，咱这个由哦，由于由无，这个由来。了，顶面啊痛，下面啊痛有无？就是你顶面拢知啊，你会撑久啊。人讲灵骨灵心呐。才是真正你捌道理的人啦！啊，你道理哪一直撑出来有无？九五你若唔阁慢慢啊想要讲退休无？你甲九六若落落来有无？你看有食力无？直接量啊！你贪杯啊！直接飞轮机贪杯啊！超过速度的时阵有，你要降落来袂负累。夜景你若捌，我咧讲你就知影。是咱这点灵气，咱人拢是循环律的啦，有这个规律啦。你莫想贪啦，啊嘛莫想傲啦，啊嘛莫想硬硬啦，嘛莫想固执啦。道理知，只是甲你带路呢。要互你做出来才是重要啦，做出来还佫整全咯，健全咯，你还佫甲饲较大哦。一间工地，动土破土，刚开始尔尔，爱搁地基，爱搁起，搁头前，这个后壁，西石啊，抹太路，甲所有诶，看是要翘一个，还是无翘一个？无娘诶，当然无翘一个，较多数啦。因为咱道诶无，咱所有信诶话，拢是翘实啊。所以讲，用安尼咱来讲，你着知影讲，所有诶哦，神呐、啊，甲咱即卖咧讲无量线诶，无共啦，无量线较凊彩啦。是咱用安尼来分有无？你着知影讲，世间即形形色色，拢照着咱古圣人传落来啦，迄种道理，迄种原来，迄种存在啦。但今仔日咱要讲诶，咱诶心爱温和，有缘啊，有你有这个力量啊，你才去建设外口诶啦。当然啦，咱若拢坚传道理啊，有无？外口你若有够迄个力量有无？外口才甲建设出来，安尼未慢啊。咱家己诶内里都补补，内里都破空。今日你收五分，开六分出去，啊！你要搁想外口的代志有无？
别人若甲你建议，你就免想啊啦。啊，无真侪人嘛甲你建议讲啊，你安怎安怎有无？所以讲，你若毋捌你诶时阵，像啊下狗羊啊食草皮啦，伊都袂讲话啊，嘛毋捌道理啊，敢若知影食尔尔，人讲安尼，你就安尼啊，往牵咧行。是咱有这条良心，你有嘛是爱慎重，看是有是这个意义无？你起出来是要有功夫伫遐无？啊是要用拜拜，啊是要起水方观摩的，几啊种，你袂当讲伊是做对唔对啊？但是咱若捌道理，你就会当包容伊啊，会当原谅伊咧做的啊。啊！你若毋捌道理，哦，你可是无简单哦。安尼，这个神尊这么悬，吼、哦，还佫这么大，吼、哦，这神的力量一定真大。多可大可细啊！咱人嘛，听有春秋啊。我拄仔讲迄句禅有无？变家变油变心有无？人拢是咧变的啦，看咱的福报啦，看咱的造化啦。看咱的时尊啦，看咱的智慧啦，只是安尼念念修行，哪有啥物？但是无质疑，也经讲，我只是安尼变力不变干力，这三个的重要性念念，只是安尼。但是你要参入的无遐简单，等到你了解就简单了了。是咱要有这条灵气啦。真正咱人捌你有无？你都袂乌白讲啊！今日某娘啊，伊若无爱我讲遮，啊，逐工嘛伫遐咧，心中有灵，回天性，最主天元本天性，降下天理是真意，天元顺了现世明，转眼一定世间清。啊！你甲看，你逐天安尼讲，逐天流这块过安尼，你流了你会烦未？修行就是这么无聊啊！修行就是这粒心啊！你无安尼磨，无安尼切，无安尼切，无安尼撸，你要太会光，金丝丝你都会哦。人我甲你电甲金丝丝你都会哦，关甲头毛生一根杀母你都会哦。是咱有这条青天的本性，无形啊，伊爱咱真正的种。时阵到啊，你就会晓用啦。所以讲今仔日讲道理，你毋免讲足多咧，提醒真济。因为佛祖是伫咱的心的，道祖嘛是伫咱的心的，今日的修养嘛是这条心、明心、修心。人心，你才有法度见性。三教离袂开，就安尼嘛。你无这粒心，你要安怎有这个来来去去呢？所以今日咱讲的，是咱回到灵气，要来讲到清净的心，咱才有这么稳的灵性。修行你免惊讲袂晓讲啦，这是顶面的音波嘛。无另外伊发音，若要让你讲有无？你讲甲天花乱坠，到处拢是道理，甲亲像你咧落雨咧发雾，噼噼啪啪。安尼咧惊啥？只要你心不坚啦，心你若真正有坚持、有坚强啊、有坚持啊，咱就会行到位啦。上苍的灵气，现咱清净的心性。爱予咱顺家这么稳定的事。好啊！
哎呀啦吼吼吼吼吼吼吼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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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